当时四川导演有来找我拿这个剧本来，我上次确实犹豫了一下，但是我后来觉得也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很长时间可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人物，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纠结，没有那么去展现他人性的挣扎在里面，没着重去描绘他怎么变成这一步的，对，把他这一步就是很自然的讲出来，然后这个人物就不管从戏剧性还是整个人物的成长性，我觉得最后都还挺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吧。